啊，谢谢马一斌牧师，各位的爱大华同胞们，兄弟姐妹，大家早上好。我相信呢，大家今天早上呢都很开心，很觉得来有很兴奋的一个节目。我们相信呢，每一个人在世上呢，必定要活的一个更丰盛的一个生命。好像我们基督徒圣经所教导的，我们知道上帝创造人呢，我们呢是可以说从上，我们是有灵、有魂、也有体的一个人，所以要一个丰盛、一个高兴、完整、完满的一个生活的话，这三部分呢都要得到，都要很健康。就是呢，当我们时常讲到灵的时候呢，我们说每一个人要有一个归宿感，就是死的时候有知道去哪里，基督徒说我们回到天家，所以人就不怕死的时候呢，就对生活呢，生命呢看法不一样，不会有恐惧感，不会怕，除了这样呢，我们说我们的魂就是我们说我们的感觉，跟我们的理智。那方面呢，我们知识要多，也是协助我们活的一个，我们说不会迷信的一种的生活。我们知道事实是如何，然后我们的魂呢，我们刚才说感觉一个人感觉要知道怎样控制不要我们说随随便便的愤怒。我们知道怎样面对一个问题这也协助我们得到一个很高兴的生命。最后就是体我们也不可以忽略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肉体肉体生病的话，我们也觉得我们说很辛苦。可是所以今天呢，赞美操呢是也协助我们得到一个很健康的身体除了这样，我也刚才马一斌牧师呢也讲到，我们无形当中也给我们更平衡的一个感觉所以这个概念呢，不止在基督教里面，我们知道我们华人社会呢，传统历史来也都有教导我们要有和谐，就是说和要平衡harmony, even in the Chinese culture teaching, there must be harmony, your soul, spirit and mind. 是我们华人有时常讲说，身心灵都要安康。所以我希望呢，通过这个赞美操呢也通过教会的教导对的概念我们每个人能够获得一个更丰盛的生活最后呢，我相信包括我本身呢，有的时候我们太胖一点胖一点，我们要感谢神，说我们上帝呢给我们超越我们需要的，也在那个时候呢当我们做赞美操要我们说把我们的这些的不需要的肥呀除掉的时候呢，我们要记得很多在世上呢还是不够的人所以你太胖的胖一点呢，就是说你有超余，有超越你所需要的呢，我们有余有剩下，我们也记得协助那些穷人协助那些好像我们的孤儿院呢好像还有很多贫穷的人呢，我们时常讲施比受更有福，就是我们要记得爱护我们的社会来协助那些孤儿寡妇那些贫穷的所以我就用几句话勉励大家上帝祝福你们我也相信通过你们会可以祝福很多本地爱达华百姓，谢谢大家。谢谢我们的 YB 尼克汉律师一番的勉励，我相信我们会得到很大的祝福的。那我们今天早上要赠送一份礼物给我们的 YB， 因为他真的是太棒了，他这么忙，但是他还是很谦卑的愿意来到我们当中给我们勉励的话语，等一下他还要跟我们一起来做赞美操。现在我们
爱大华藏美超协会，我们请我们的李长老先生要赠送一份水果篮给我们的 YB， 好不好？我们拍掌，起来拍照。好，那呀，那么现在我们请 YB 再一次为我们做一个祝福，然后宣布藏美超正式开始，好不好？好。我们大家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因为你创造了天地万物。这么美丽的一个地方给我们住着，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你创造了我们每一个人，你很奇妙地创造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也不一样，可是我们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比如照你所规定的方式来过我们的生活，照顾我们的身体。我们相信我们可以获得一个很丰盛、很高兴、很完满的一个生命在这世上。上帝啊，你创造我们都有你的旨意，都有你的目标，所以求你教导我们怎样活我们的生命，使到我们能够荣耀你的圣名。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健康的身体，使到也有活泼的精神，使到我们一生不止自己活得愉快完满，可是通过我们的一生，我们也带来很大的祝福给我们的邻居、我们的邻舍跟我们的社会。祝福今天早上的赞美操，将祷告奉耶稣名求的，阿们。好，我就现在正式的宣布我们今天的赞美操开始，谢谢。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的 YB， 好，我们 YB 的位置是在前面这一排，来，我们请阿月导师带我们的 YB 前面，在你前面第一位，再给他鼓励的掌声，我们音乐可以开始了。